林俊杰，还有红衣星，以及 Kevin 苏志成，以及最后呢，我们的千亿大哥，欢迎。当然，跟我们剧中还有另外一位男主角，就是展发，因为有些事延误了，所以稍后晚一点才会加入我们的现场啊。好，再一次欢迎我们的剧中演员们，谢谢你们的出席。那《妈妈豆腐》呢，这部戏啊，其实就是讲关于婆媳之间的一些问题、一些纠纷。当然，我们之前也是有看过一些剧集，是跟。 婆媳是有关系，但是呢，这部戏呢，不只是跟婆媳之间有一些纠纷，其实媳妇们之间呢也是会有一些问题哦。所以，我们先来看一个精彩预告啊，请看。好。